最近好几次的视频，还包括 CHH 的论坛里，我都有提到过。如今越来越多的入门机箱也都开始标配14厘米的风扇，可14厘米的风扇选择却始终好货难求。这并不是发牢骚，好吧，这就是在发牢骚。因为摆在我面前的入门机箱一台接着一台来，还都是可以兼容14厘米风扇的新品。比如今天要为大家所介绍的 GrooveMaster TD300 Mesh，就是能够前面板双14厘米以及顶部一样双14厘米的入门级 MATX 机箱。因此就想着借着这个机会，通过这一期的装机视频来给大家阐述一下我玩风冷的思路。能大千万别选小的。我知道12厘米风扇有着众多优秀的产品，比如早期三洋的 9S， 后来镰刀的 GT 台风，接着猫头鹰的 A12， 以及如今 Fantex 的 T30，但实事求是的说，他们都不便宜。想要让入门级 PC DIY 玩家选择这些风扇，勉强了。于是考虑到入门玩家很难花上大几百来购置一对顶级12厘米风扇的时候，也就给同样不咋地的14厘米风扇有了可乘之机。正所谓一寸大一寸强。因此假设我们装一台入门配置 Strix 的 B660-G， Intel 的 i5-1260K，Fantec 的 Lumen 280一体水冷，以及 Strix 的3060 12GB 版。瞧，如果你看到这些配置，再结合前面所谓的入门级，准备向我们这个频道开喷的话，求他妈的，你没有错，是我们错了。这就是我们错误的理解 PC DIY 的入门级。但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观众和粉丝，因此，要么欣然接受我们这个频道的定位和对 PC DIY 的制作，要么换个频道去抽奖吧，万一抽到了呢，对吧？虽然 TD300 自带了两枚前面板的12厘米 RGB 风扇，但为了统一风格，依然还是被我们换成了和一体水冷自带的 Fractal 14厘米一样的 RGB 风扇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个风扇真的并不贵，618期间69元一枚，这还是 RGB 版。 Fractal 的这个系列和 Fantex 的 F 系列都是我觉得平价风扇里非常不错能打且不吵的选择。只可惜不懂得营销的结果就是好东西很难被人发现。而这个推荐真心不是因为我可以白嫖到产品，虽然我确实可以白嫖到任何我想要玩的 PC DIY 产品，但毕竟是618，热爱 PC DIY 的我依然还是没有能够忍住，于是也就有了做这一期内容的原始动力。
好的装机视频开拓我们的视野。我曾经说过，去他妈的 RGB， 那是因为高端的 PCDIY 硬件可以追求质感，那些多花钱买来的设计和做工质感。我也知道 ITX 可以玩结构，今天 A4， 明天 3.9 升，天天变着玩，保证不带重样，不带雷同的。我还知道 PCDIY 我都一直推崇多花钱享受 DIY 过程中的乐趣。嗨，玩嘛，玩什么不都是多花钱？但以上的种种并不是我不知道 PCDIY 的入门玩家所追求的。注意，我打了引号了。我依然倔强地希望大家分清 PCDIY 玩家和装机用户，他们是截然不同的。因此，我由衷地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视频，也能让更多的 PCDIY 玩家理解14厘米更大更粗的意义所在，也希望让关心 PCDIY 的机电扇厂商抓紧更新14厘米的优质风扇产品。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这个频道也时不时的俗套一番，年轻的玩家同样需要引导，一样是入门，一样是玩 RGB， 质感、美感以及散热效能和静音体验，以上通通都不能少。好了，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让我们下周一早上9点再见。